写这位黄灯辉啊，黄灯辉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南港刘德华哦，你好，是封南港刘德华的这位改造，为什么想要改造？你为什么接受？对啊，因为我常常被人家说我比那个路人还像路人啊，因为我喜欢穿的随便一点，我就觉得穿夹脚拖啊，然后就是短裤出去很舒服，然后常常就被骂，然后有很多前辈都会说。我一点艺人的样子都没有，没有明星味，对对对，味，喂，做工心味浓，不，很多人也是这样，我们私底下的自己也是这样啊，我喜欢穿的拖鞋短裤多舒服，自在，对，啊，人家就会觉得说，哎，你们是艺人，你们应该有个人的一个形象，到垃圾难道也要浓妆艳抹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可是我去工作的时候，是，比如说我去做尾牙，然后我跟我助理走进去的时候，哦，他们都找我的助理雷搞，哦，好，他都当我他是艺人，我才是助理这样，啊，所以干特啊，哎，我当时因为我的衣服就是我比较 cam， 就是有人 sponsor 我，有赞助的，还是我老婆会帮我买，他们买什么我就穿什么，比较没有自己的风格，就是说老婆买的不好看，那你的原因啊，你们嗨了，没有，他的原因，不是特别严重，因为他只是因为不爱装扮，你是可以装扮的，黄灯辉身高180几公分，这边也是人模人样的嘛，就在我们节目创造多少奇迹啊，真的，当时在我们节目里面减了几公斤，那个时候将近快10公斤，差很多了，对对对，就重点就在这10公斤，对，好吧，一起来欢迎黄灯辉出场，赵出场，也太令人失望了，哎，确定有在改吗？我今天来不是我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，是，我是要让大家惊艳，惊艳吗？所以我现在是平常的样子，哦，平常啊，平常嘛，对啦，要反差要出来，可惜啊，对，长辈太鸟了，我老婆买的，好的，是新买的，我偏了。平常穿上看起来舒服，舒服啦。男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不用太修饰自己，然后你可以乱，但是不能脏。哦，对对，这是重点。你看我们的指甲有点长了，但是干干净净，白白的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你都是勤洗澡，勤洗澡，勤洗手，比勤洗手还厉害，注重卫生。人家勤洗手嘛，哦，还用肥皂什么样？我们现在是勤洗澡。对对，来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个成果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我厉害，厉害。先问我改造的心情吗？我们不想问。你们都有问，好好问一下，问一下。怎么那么熟了？我跟你讲，当时候是什么？改造，大家的认知就是我应该就是自从这个男艺人腹肌大赛之后身材很好，是。然后他想把我改造成就是类似有猛男那种感觉，哇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拍戏之后我已经复胖了，我为了角色我吃胖，所以我一直抗拒，我是说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哦，我说我。没关系，我们分了。我到拍照前一刻，我还跟他们说我要不要退通告，我现在真的不行。OK， 结果我跟你讲，那个结果出乎意料之外。哦，哎呀，这个化腐朽为神奇。你又毛起来练了几天？所以说造型嘛，现在有吗？现在无啦，起码小胖弟啦。看嘛看嘛，哎，拍垮没啦没啦，无啊啦。哎，还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点出息，还有一点啊。把龙造出来啊！哦。这个很快，下播内。我刚刚就想说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词汇都用光了。来，我们现场就要来看一下改造之后厉害的照片。去看，来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好，先不要看哦，先不要，你要试回头看，还有感觉嘛？哦，哎呦，不要看，先不要看。哎呦，哇！好了吗？当事人有没有看那个《爱的迫降》？有啊，有有有有。帅哎，真的吗？这让我会承认立正赫。那我可以看的吗？没有吧，还不能看。我想哈，看了这照片，帮你拍这个台湾版的《爱的降落》。爱的迫降，爱的迫降落。来欣赏一下你自己的作品，请看。哦。就
换这一张了。是是是是是。对，这是我吗？就你那个线条都有。我跟你讲，那一天是怎样？那一天那个摄影师说，你之前有练过？我说对。他说，来，你现在先做50个伏地挺身，有用，充血。他还叫我做这个反手的，是，他说反手的会上胸。哦，是啊，反手拍练到上胸，你看，没有？对对对对，不要试。你身上是不是有上色？不，没有，不光啊，光嘛，打光。然后他有说，来，我帮你再上一些那个什么婴儿油什么，哦，抹油，抹油，抹了一下，抹油嘛，抹油打光，人生巅峰啦。然后再调色，对，而且你的表情很对，哦，很帅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表情不好做。他有叫你做什么吗？他说来给我一个很拽的，但是因为我一点都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一点便秘啊，你。他又要放松，又要出力，这样。那个有时候就会变成有一种叫坏笑，对，就又要用力，然后呢，嘿嘿，对，坏坏笑，坏坏的，坏坏笑。一方你怎么感觉啊？那看着这，就立正赫啊，是是，哎呦，就立正，就立正，有害羞吗？这样才有害羞的感觉吗？会。哎哎，你看我本人会害羞吗？嗯，好可爱啊。要问怡芳吗？为什么？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看到他。对啊对啊。所以拍下，对，所以你看啊，拍了26张就收工了，这么厉害，好快啊！摄影师说他是他的工作经验中，我是他的史上的破纪录的快。真的吗？这么厉害？他跟我们说的不一样，他说他不想浪费太他的人生，赚钱没有用的东西。不然拍拍的话。收工嘛，拍怡芳也想收工，拍他也想收工，不管谁都想收工，真的真的，这一张更壮的感觉，哎，这不一样的是不是？不一样哦，这一张有点像那个偶像团体三个人的那个 Junior 丸子三兄弟，哦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但是也是模特本身素质不错，是是，真的还挺意外的。其实你有看过了吗？还没，是是是，对，那这个有时候人就这样啊，经常有时候一朵小花嘛，改变你的桌子，改变你的家具，对，然后改变你的房子，改变你的人生，好不好？因为一朵小花开始，对对对，我就接下来就往这个路线，可以，来吧，加入我的哈雷车队，好，我要先买哈雷，来全球卖掉。谐星变欧巴，黄灯会变立正赫，谁还敢说你比艺人还不像艺人？宣传照就换这张了，台版爱的迫降 ，Action！